大家好，我是盛海。这一次的话是给大家录制开这个链条密码挂锁的那一个整体一个破解方式。之前我录过一次，有50多万点击，但是后面被封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封了，可能我太长时间没有上去看了，然后被拿个傻逼投诉了吧。那这一次的话，我重新再录一次。你看这里有2把密码锁。我这一次的录法是这样子的，我有一把锁我已经拆开了，然后给大家解剖原理，这样子我觉得会更棒。来，解剖原理，先把东西取出来。这不就是一个密码锁嘛，对不对？结构是跟这一把锁的密码锁的结构是一样的。它是怎么开的呢？是这样子的。它的原装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密码盘，黑色胶的密码盘，然后的话再带一个塑胶盘，然后再加一个那一个铁盘。塑胶盘呢是用于变密码使用的，就这个塑胶盘是变密码使用的。然后这个铁盘的话，它其实它是确认密码的时候才有用的了。它我之前跟大家说，他说我们要找真缺口跟假缺口，如果说都真缺口，它这个有个大的。大缺口啊，大家一看就很明白了。大缺口装上去，这样子的话，那个锁呢就可以插进去抽出来，插进去抽出来。如果说它有变化的话啊，现在已经变化了一下，它已经被我弄坏了，插进去，变化一下。它是抽不出来的，因为它卡住了，这样子怎么还都抽不出来。你必须要把这个密码归回原位，应该是3还是2 OK， 因为被我拆过了嘛，你看没有，它就可以抽出来了。如果说你再转一圈它就不能抽回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原理啊，像这种锁，它一般把这个拆掉，不要了。看这里，前面两个被我之前拆锁的时候给丢掉了。这里是这样子的，它首先来说有一个塑料壳 ，OK， 就这里拆掉塑料壳，这是挡住密码的地方。这是挡住盘，然后的话顺便可以看外面密码。这一个铁片呢是关键位置，就是说如果说能开，你肯定是这个槽这里。就是说这个大的这个槽就是能开的，你才能通过这个东西，是吧？才能通过这个机关。如果说你是其他的方向的话，你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个机关。这个呢是干什么的呢？这个是用来改密码的时候用的，改密码我就不教了，我就教大家开，我就不教大家改密码了。改密码大家谁他妈谁都会。然后我们要破解这种锁是怎么弄的呢？它是像比如说像这一把锁，是不是这把锁是一把好锁，对不对？那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如果说要开这种锁的话，我们就要去找这个缺口。找什么缺口呢？就是这个缺口。我们要知道这个缺口的位置在哪里，比如说你看这个的缺口的位置是对应一，那这个第二位数的它密码就是一定是一，对不对？那么取下来，你看这个密码的缺口是对应6，那它就是6。那我又把它拆下来，等于说这把锁是作废了，完全作废了。现在我已经完全作废了一把锁了。 OK，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把锁，这把锁是还没有作废的锁。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出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哪里，对不对？这个大缺口，我说这个大缺口位置啊，这大缺口位置在哪里？我们要怎么看？在它锁住的情况下，我们要这样看。他妈的，操！就这样吧。我们用一把螺丝刀从这个边缝的时候，这个角落，把它随便用。从第一角度，我们来看，插脚啊，从这个角度，从这边的左手边才能看，插进去，憋住它，
其实是从缝上它是可以看见那个大缺口的印记在哪里的，如果是这样看不到 OK 没有关系，我再绕两圈。我没看到缝隙，你们那一个我们现在摄像头的缝隙跟那一个的缝隙是不一样的。 OK 诶，二还是一，应该是一，那它第一位数就是一，就是一它是这个大缺口，大缺口大缺口是对准对准了一这个数字。 OK 然后我们再用那个螺丝刀去撬撬下面一个位置去看第二排数一，你们能不能看到？ OK 应该不能看到，要大力一点捅进去，不用怕它坏的，它不会坏的，看不到。再捅深一点，不用担心它坏。 OK 我看到了，是5 15，我再看第三个，你看我敲得很开的，不用担心它坏的，他们这种塑胶的东西它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你要看到里面的铁那里，知道吧，你看还有铁那里没有，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看到铁对不对，那个你看见那里有没有，你看我敲开一点，你看见缝了没有，我给大家放个焦距给你们大家看个缝啊，看个那一个大缺口的缝隙，有没有看见一个缝隙，那个白那个最底下那里有一个缝隙，你看见没有，它不是5就是6，我跟你们说，你看，不过是角度上是看的不是很清的，我再用肉眼看一下，它是6 156，然后我们就开第四个用力开，用力插，插到底下，把那个白色塑胶那里也拨起来。肯定不是，没有任何缺口，看不见。然后绕一半，直接绕半圈都可以了，没所谓的。用力，不用担心它坏，因为它不会坏的。我看见有个影子。我操，等一下，这里三这里有个缺口，来我卡住它，再给大家放个焦距，我给大家看焦距，三这里有个焦距，有一个小缺口，你们看见没有，我对准镜头先，看见没有，这里这个位置，咱往这样下去看，有一个小缺口，其实它是大缺口的，就是这个位置，这就是三。 OK这第四个数就是3 1653，就是前面四个数我们已经探出来的是没有1563，然后后面第四个基本上就不用探了，因为反正它只有10个，就直接拨就好了，1 4 5 6 7 8 9 0 1 2，打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撬开它这个缝隙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看这个缺口就好了，它有个大缺口的，这里的这个大缺口，你只要撬到这个铁柱边，你可以看见它有两个缺口，一个小，这肯定不是，一个大，它绝对就是，记住大对应的那一个密码位置，你这个锁就随时都可以打开，整体情况下速度快一点，一两分钟没问题的。 OK 行了，现在就不说了，大家多订阅多转发，我回头会用心的给大家拍更多的视频。